今天呢，因为我下周要去参加一个韩国瑜伽服饰品牌叫做 Mulawea 举办的一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需要穿他们家的衣服去参加，所以等等阿格丽工作回来，然后我们一起带儿子去心仪的星光，对，顺便带儿子透透风，然后吃个饭，然后去哭哭了，然后去他们店里挑选一套衣服。好，那就等等见咯。感觉我们好久没来逛街了，哭，三二一，然后走了呢就不哭啦。我们今天来决定吃这一家叫什么，老鼎旺，老鼎旺吃火锅。今天点蛮丰盛的，我喜欢吃的有干贝，对，我今天特别想吃干贝，然后这个双酱牛羊肉五配券送的，蛮划算哦。大白菜、鲜虾，然后这个是鹅肠。我之前都不太吃内脏类的，跟你交往之后才开始会吃。就是我们每次神经很大条的妈妈为儿子吃醋。还好没有掉到里面，你有拍到？有啊。等一下啊，哦，还好我没有带，还有带一个啦。下礼拜听说要去做瑜伽，挑件瑜伽的衣服吧。嘿嘿嘿，好久没有这种就是当女生的感觉。但是还蛮瘦的啊，你看你，屁股蛮翘的。你也知道我胖了多少？现在已经瘦了。没有啊，现在还有差6公斤。对，还有6公斤。已经算很棒了。一样美丽。嗯。这里。来看一下。看你穿不穿得下去，真的好紧张。妈妈在挑衣服，根本是辣妈的一个表现。对啊，我以为她可以有那个长袖的可以穿，不行，这个就是逼大家减肥。如果让你有长袖的话，大家就遮遮掩掩，懂不懂？刚说这个比较可以，就是收肚子，说。看起来比较会瘦一点，下面还好，就是上面啊，也是啊，肚子可以藏起来就还 OK， 你觉得呢？我是觉得你不胖。没有，等等我要试穿一下。Said it was the last time, but you keep coming back to tell me sorry that you take back all the things you said just to hurt me. My love just went cold, but I'm still burning. My love just went cold. Oh, 四川好热哦，最后选择怎样？其实你穿什么都是觉得很好看，可是说真的，我觉得这个灰色穿上去的感觉是蛮特别的。嗯，蛮显白的哈。对，很显白。对对对，重点就是很显白。好，那就选这个。好漂亮啊！对啊，我们现在在去阳明山，因为今天参加那个活动，在阳明山的烂醉仙境。我第一次去，你有去过吗？我那么土，
而且跟酒有关的我都没办法。然后我今天里面有就是穿举办这个活动家的品牌的瑜伽衣，但是台湾最近有点变冷，对，现在21度，所以我外面有穿一个这个白色的外套。少爷第一次来山上，我第一次来阳明山呢，很好奇，一直在看。Dry. Do you know I'm looking? And I can't help but smile. Do you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 You put my favorite song on. I put my feet up. And we just sing along. And I can't help but feeling. Just loving this moment. Can we stay here forever?这样子小小的一瓶，你们猜要多少的植物才可以萃取出这样子？那我就自我介绍，我是 Mia， 然后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 Flower Brand Day， 就是跟着感受此时此刻虽然蛮冷的，你身上穿的这一套 Flower 不仅仅是非常非常完美的展现出我们漂亮的身材，更重要的是看起来非常柔软，非常舒服。所以就带着这一份感受，等一下我们就 Flow with Mia and Flow with Mia。非常漂亮延展的3、2、1，这个时候慢慢的让我们身体往上，这个时候来最后一次我们吸气，我们往上，这个时候坐下非常好，坐下面慢慢的吸气，太棒了，跟你以前背一样很累。这就是 Flower 的魅力，只要穿一身，不管我瑜伽做怎么样，我走在瑜伽垫上就是什么。来，先帮我到下去之后，全部往前翘着往后，再来，全部往前翘着往后，来做这样子比较大一点点的位置。变成真正的海浪了 ，Flow with Flower，OK， 好，我们先手机一挥到下去。超冷的，是不是？对啊，我做瑜伽都很冷哎。做完瑜伽感觉怎么样？好冷。这因为现在天气，阳明山上实在太冷了，没有其他的感觉。没关系，回去就会想起来，好吧？感觉这样好像我们两个在约会的感觉，有没有？有。很美耶。你自己拍一下。嗨，大家，我现在刚洗完澡，然后再敷个面膜。这个画面有点恐怖，因为这个面膜中间有一条线，好像戴面具一样。这面膜是这个。我是在月子中心第一次用，在因为就是刚生完少爷的时候，我皮肤超级干，然后我用了它觉得超级保湿，所以大家可以用用看。然后我最近觉得我脱发真的超级严重，
这是叫产后掉发吗？还是什么？就是洗澡的时候特别严重，洗头发，然后手上都会有一把头发掉下来。我本来这边就蛮秃头的，现在秃头更严重，我好可怕。我把面膜拿下来了，因为刚刚的话苗真的有点吓人。对，今天我去参加一个穆拉乌亚举办的这个算是品牌活动嘛，然后有体验做日落瑜伽。哇，我真的觉得我整个人有活过来的感觉，因为从怀少爷之后，大概一年左右吧，就完全没有去做运动，因为怀孕的时候孕吐超级厉害，连去散步都很辛苦，然后现在又要照顾他，根本没有时间。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能参加这样的活动，我真的好开心。然后这个是今天他们送的礼盒，里面有那个口罩，然后这个是花生筋膜球，这个颜色好可爱。这个是弹力带，今天做的香氛油，还有鸡尾酒，但是我和阿克力都不喝酒，但感觉放在那个电视台上也蛮好看的。好，那这支影片就到这里了，大家下次见，拜拜。